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林依晨上半年与刘烨主演的《老男孩》收视屡创佳绩，出道至今被媒体称依然保有少女感的她，日前为杂志拍摄一系列时尚美照，但提到过去在戏剧中从邻家少女的角色到现在熟女风格的过程，她也感叹，现在的我自己去看五年前或十年前受访片段，都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独有的，有自己依靠生活哲学的林依晨也提及2012年选择去英国伦敦进修一事，他表示回归真实生活，专心和自己相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也说道，忙这个字打开来就是心和王，忙得久了心就会麻木，不那么敏感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连轴转，这个间隔对我来说是必要的。林依晨目前正在拍摄古装电视剧《小女花不弃》，她透露这次的角色跟之前所有饰演过的都不一样，有点腹黑，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，演起来也很过瘾。而该剧于横店部分已在上周顺利杀青，即将转移至银川继续拍摄，全剧预计六月底之前杀青，可望于明年播出。林依晨为杂志拍摄一系列时尚美照。周子娱乐提供，林依晨为杂志拍摄一系列时尚美照。周子娱乐提供，林依晨为杂志拍摄一系列时尚美照。周子娱乐提供。